成英是喜，只想云天逞英豪。 小乔以后主公多时，久闻主公大名，小乔可终于等到您了。如今城内状况如何？近日黄金贼众四起，为非作歹，有大量的流民涌入城中，眼下城内粮草非常紧缺。 主公大人，您真是太厉害了！这么快就让这座城池恢复了往日的繁荣？不，主公，城外大量黄金贼来犯，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。主公大人，您真是太厉害了！这么快就让这座城池恢复了往日的繁荣？不，主公，城外大量黄金贼来犯，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。主公稍后，末将精神。不愧是云长义子，勇猛过人，众将士听令，全军冲击！ 关平的技能点，我们来试试升级关平的技能吧。如今关平技能升级后，实力大涨，此刻继续讨伐黄金贼，必能旗开得胜。
秦军。 主公大人果然是济世之才，黄金贼刚刚平定，如今城中百废待兴，还有诸多政务需要主公去打理呢。这正是繁忙，唯恐分身乏术。小乔愿辅助主公大人共谋大业，官府已落，恭谨时归。 赵子龙也。